会给他一个被爹妈抛弃的人生吗？妈妈没有抛弃我，他们只是出国了，不但是将换回来的。得了吧，又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。妈，我出去。你们不是，我不是没有人要的。想知道为何刚刚本公主心痛难耐，下一秒就到了这里。对不起啊，公主大人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你本来就麻烦。是，我本来就麻烦。想哭就哭吧，我才没有要哭。能哭是好事，等到哭都不想哭了，才是真的难过。你这安慰人的方式真的很蹩脚。本公主只是担心你心情变差，比赛输了，影响本公主回去。那您放120个心，我一定全心全意帮您上路。什么上路？是回家，回家。请公主大人放心，温小年一定全心全意送公主大人回家。麻烦那个事，是本公主的不对。我知道，公主大人不是故意的。